不行。不行。我看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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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。挣扎过。休假时间跟人家不一样吧？吃年夜饭，我们除夕没有休息啊，所以就也没有办法吃饭。对啊，然后进来之后就觉得其实也还好，就一份很普通的工作这样。或许我们以前都认为说厨余这个就是脏，就是厨余这个，我一直把它当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，把它当成堆肥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，你就会做得比较自然一点。